四进八公新平里，七情六淫七平情，等哥完善中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处的躲吃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定咧做油毒、心情未轻松、卫生所的朋友来，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。人讲见一事，长一智，先生显示主人好。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形成上一个参考，更加注意同好。网内观众朋友，如果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唔免客气，台北现场看的电话：02-29-777-138。台北现场看的电话：02-29-777-138。听阿宏讲健康，谈中医药。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阿是耳边搁一个靠一个阿，宏是江鸟宏，宏图大电的这个宏，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身体要健康，电话赶紧拍互通。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：台北02-29-777-138，服务电话：台北02-29-777-138，找阿宏就可以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时在叫我，盼着彼岸也有大目屎，盼我回去的声叫好无停。结婚啊，恁还袂去，请你带着我心情，送去予我的阿母，哦，唔通来袂去。各位亲爱的阿宏健康问答，阿兰姐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。真欢喜，个加加咱这个阿宏健康问答啊，这个节目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六，也不是四点开始到六点。有关是有我李老师阿宏。诚恳，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。那么咱继续顶一个单元，来甲大家继续来探讨中药处方四逆散，会当治疗几啊种的这个病症，大家共同。来探讨研究分享。那么咱顶一个单元介绍四逆散加味，会当治疗胸痹啊、甲中风以及到失眠症。那么下面继续，那么顶一个单元。来介绍四逆散，那么治疗一些病情，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
那么根据中医，若是会向对中药处方四逆散，在临床上会当外用，会当另外啊来应用。当然，会使治疗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理科等等者疑难杂症，以及到极为的这个重症，就是危险。包括的时阵，咱拄只有讲中风啊，对不对？等等的这些急救的药丸，会使用过咱四逆散啊，临床落去加减啊来做治疗。疗效会使讲拢真显著，吼、哦，疗效拢真明显。那来讲，这个王俊怀啊，这个怀是真怀的这个怀，怀会这个怀。那么，伊是湖北中医学院的这个教授、主任医生哦，伊是硕士生的这个导师啦，伊就是咧教即个硕士班的啦，中医硕士班的要考硕士的就对啦。中医考硕士，吼、哦，伊伫咧教伊的这个硕士班的这个老师啦。伊从事中医的这个临床教学啊，甲科研有四十多年啊。那么伊认真，会使讲经常用这个经方哦。那么对四逆散伊的这个应用，尤其是得心应手，就是讲伊在用这个四逆散哦，会使讲。那桌顶的泥缸，什么管钱，我四逆散开了，加什么加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会使讲，伊敢那桌顶叠泥缸，啊，治病效果拢真好啊。哦，伊有四十多年临床的这个经验啊，因为伊科研啊，科研是什么？就是拢在研究的。哦，教学还佫研究，有的是敢那教学了呢。像这老师拢咧教学了尔，人伊唔是，人伊一方面教学，啊，佮有伫咧研究。那么有伫咧研究，是安怎有法度人研究？有诶，就是诶，像安尼伫咧临床啊，伫看病啊，有诶伫咧像安研究所诶内面啊，伫研究即个处方，伊内面诶即成分是啥物款诶啊？啊，伊会当临床会当伫治疗啥物款诶病症啊？那么伊啊，拢是伫研究者。那么王医生认为讲，伊这个四逆散内面，哦，那知影诶，这个方法咧，哦，那么法中有方啊，就是讲方法用出来，伊这个方头也搁变化，哦，所以你家想，方外有方啊，法外有法，哦，伊。用到这样彻底，就是讲啊，伊变来变去啊，所以方外有方，法外有法，就是伊伫咧讲诶，方中有法，法中有方啊。所以伊名或者四逆散法。并强调，经方治病需要爱认证啊来变通，哦。那么方会当推陈出新啊，唔是讲啊四个啦。虽然讲这四味啦呢，嘛会当增加到八味、十味啊，是不是？啊嘛是这个方为主啊，啊你个想，哦。刚才咱中医定啊在讲，以这个处方认证的时。爱有加减吗？这个意思，哦。那么伊国家安怎变？治什么病？国家安怎变？拢是这个四逆散这四味啊，伫个变化。
你们来看这四味呢？譬如讲，伊这个汤内面加加迄个孙阿娘重量加加减减，治病都阁无同款啊呢。吼、哦，咱这个中医会使讲真奥妙。哦，唔是像西医四个，人因拢是做出来，对唔对？药厂做出来，分声就是安尼，拢袂变啊。但是中医无同，人中医的大陆是一味一味伫咧开的啦，唔是像咱台湾用国啥处方的，对唔对啦？人伊拢一味一味，哦，人伊拢一味一味，所以你讲。要叫伊讲用这个处方有无？有啦，真少，因为惯习啦。就除非伊家己本身所研究的这个方啊，啊那无普通，大家拢是，迄、那个汤头会使伫咧头壳的背甲骨骨啊烂熟的，啊。所以，这个医生常常用过四逆散法的这个基础，哦，那么将着四逆散啊，甲经方或者是讲四方啊来合用。那么治疗了，我拄仔伫咧讲的啦，内科、妇科、理科、外科等等，哦，就讲这个杂症，哦。那么四逆散甲经方来合用，那么经过伊这个王医生哦，那么王教授临证，那么运用四逆散，拢是另外啊来变通，并且主张服用经方以成心法。用在咱这个治疗复杂的这个病症，来提高这个疗效，哦。那么王教授依法啊来选方，定定选咱这个四逆散，哦，复方真多，哦。那么其中调经丸带汤，那么当然伊这个丸带汤有。固有的这个处方，但是伊这是安那，是伊家己好的这个名，啊拄啊好，啊加咱固有的处方丸带汤共名，吼、哦、共名，吼、哦，但是伊强调，这是伊家己本身，吼、哦、所好的。那么伊就是用个四逆散，啊加当归足药散，啊来合用。哦，那么治疗查某的容易患到的什么病？经病、大病，就是白带这种的这个病。啊，加什么？啊，加这个散病，就是讲生散。那么这方面呢，也是散前散后。啊，加在生散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加什么？甲妇孺不孕，哦，就是讲不孕，哦，不孕，等等这下这个疾病，所以以四逆散、疏肝解郁、冬药、冬归足药散、滋阴养肺、调经止大，哦，气血调和。你诸症拢有法度通，啊来消毒。那么王教授嘛，常常随症啊来选加一寡，譬如讲海蜇啦、昆布啦、牡蛎啦、黑果草啦、川丹参啦、香蒲啦、乌贼骨啦。哦，那么这八步啊，加恒心、觉乐、觉歇啊，加觉修等等，这的这个中药，并且来
吃这个金灵芝散，吼、哦，那么当然金灵芝散就是川莲子加圆芋，或者是讲吃这个四孝散啊，就是蒲黄加五灵芝，哦，那么来治疗妇科、帮老，哦，啊加子宫肌瘤，哦，子宫肌瘤，一个就是啥，卵巢。囊肿，吼、哦，就是卵巢囊肿，啊，甲子宫颈癌等等者，每每拢获得真好，伊个即个效果，哦。那么咱来讲，四叶散是理气伊个即个输作风，哦，理气个即个输，算讲作风就对，哦。那么伊即个是。会使讲，那拄着气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地处突发的这个昏迷啦，吼、哦，昏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忽然间的时阵啊，昏了倒落去的啦，胸痹咱拄有讲过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肝胃气病呐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的时阵啊，阳虚的啦，癫痫等等这些的病情，当然。这个王医生、王教授，每每拢以四叶散啊来救治的。伊另外记一个方，叫做四叶救急汤。哦，那么急救一寡咱拄啊伫个讲的，哦，譬如讲昏倒的啊，哦，头晕啊，这个常常昏倒也未精神的啦，这啦。哦，这叫做昏厥啦，包括咱拄啊有伫咧讲的，这个胸痹等等。那么有四叶散啊，加桂甘龙母汤，哦，啊来服用就是来合用啦。那么以疏肝理气，哦，清脑安神为法。那么会使讲解决因少阳动诸所邪，那么所邪肝胆以及着心肝气机，哦，所邪脾胃以六国进食的，就是讲所邪脾胃一旦好一寡食欲不振的未食，啊，那么啊来食，吼、哦，一食就对了，变一食。那么所下三焦以通调水道，那是这个肝郁无不达的，哦，那么胆郁化血，那么津液代谢失常，气血逆乱，那么就。骨必生烟啊！哦，都拄啊，咱第一讲的遮，那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啊，通来通利通顺啊！哦，电力代谢那是无好啊！哦，失常，气血那是逆乱，当然会必须生了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遮的病。譬如讲，哮喘病、四叶病，伊这个人，或者是讲少，或者是讲贵，就是心悸啦吼，或者是讲小便不利，或者是讲腹胀痛，咱拄仔拢有讲过啊吼。那增一个单元啦吼，增一个单元。那么胃满、脾满，这咱之前嘛拢讲啊，腹肚安尼。有那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闷闷那疼，啊会吐、拉、食、擦，食欲不振。那么机能无力，下利不爽，就是讲天天的顺，吼、哦，啊在落下。那么畸胎被搞，或者是讲。五百上减，
那么没很烦，那么哼，就是有这个树叶散，啊个半下下心汤，啊来合用，以壮疏肝、健脾、和胃、降热的这个方法。讲到这，咱休困。听两首歌，稍等下再搁转来。来，听阿宏唱《我无罪是你梦》。我无罪，今我也袂罪，是得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，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，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生活袂当挽回。我无罪，今我也袂罪，是你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，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，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另外袂当挽回。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，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另外袂当挽回。心上
一首一首
后来，咱继续搁转来现场吼。咱所进行的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。咱这节目是每工拜到拜六，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。因为是我李老师阿宏，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中药的这个时间吼。那么这阵啊，还是第二个单元。所以啊，咱继续顶一个单元，啊来甲咱网友啊来探讨有关中药处方四逆散。那么在临床上治疗啊，真侪种的这个病症。那么咱拄则讲这个王教授用过四逆散变化，会当治疗。妇女经散、白带、胎经、三经，啊加不孕，的这个镜头。那么伊会使讲，拄只咱第一讲的，吼、哦，在临床，吼、哦、用过四逆散，加一挂海蜇啦、昆布啦、牡蛎啦、虾果醋。哦，川丹参、香附，啊，加乌贼骨，哦，那么接背母、玄参、菊络、菊血、加菊肉，等等，这些这个中药，哦，啊，那么啊来治病，而且在临床上嘛用过这个四逆散，哦，啊，加吃一挂。这个金银之散啊，哦，咱所知影，伊这有几个处方的，吼、哦。那么两味啦，金银之散就是川连子啊，加元蚵嘛。或者是讲用个石硝散，就是蒲黄啊，加这个五灵子，吼、哦。那么治疗妇女的这个膀胱啦、子宫肌瘤啦、卵巢。这个囊炎呐，吼，卵巢囊炎呐，吼，那么子宫颈的这个癌症，等等，吼，拢会使讲效果拢真好，吼、哦，而且伊用过四逆散啊，甲桂甘龙母汤，吼、哦，啊来合用，治疗的时阵呢，疏肝理气，吼、哦，清脑安神，这种的这个方法。啊，来治疗其他
会一寡即个病症啦，包括的时阵安当有化血啦，也是讲电液代谢失常的啦，气血逆乱的啦，食哦引起一寡即个缺症啊、缺病啊等等者。那么，譬如讲即个哮喘病的哦，刺激哦，啊，甲的时阵安即个人或者是讲少。啊，甲心肺顶顶者，会使讲拢有真好吼，伊、哦、个即个疗效。当然，包括个孙阿娘、树叶散、甲时风啊来合用。譬如个孙阿，伊个即个王教授注重即个经风。但是嘛，不偏废时风呢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经风甲时风啊来合用，哦，所以嘛在讲啊，过去都在大陆啦，在咱台湾无啦，好、哦、人因大陆的孙子呢，有诶吼、哦，敢那经风甲时风两派啦呢，吼、哦、都结架，都理论就对啊啦。那么用经风的这个医生就是讲啊，这经风安怎好啦？哦，啊，用西方的人伊讲，嗯，你甲看，人阮在用西方治疗什么呀嘛，下下叫安尼啦吼。当然啦，大概是一种的这个技术功夫的这个切磋。啊，其实的时阵呢，有的一挂比较的较外用的一挂医生无固执，什么都用，甚至我前回有讲一个这个名医哦，名医在用啥？伫个用民间药啦，你甲想看卖？伊认为讲有诶，确确实实都有诶，一寡民间药嘛真好啊，伊嘛捡来伫用啊，临床上伊嘛伫用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从啥卖执着，卖讲啥物较好，都欢喜有效就好就对啦。会治病会好，啊，迄就是好诶啦。哦，你讲对毋对？毋免去执着讲啊，啥物款诶方啊，偌好，啥物派。哦，敢那有一挂功夫，讲少林派、什么峨眉派、什么白鹤派，我跟你讲，倒一派拢好，看你有精有专无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嘛会当互相切磋啊，对不对？过去的你甲看，咱有看迄个这种的这个电视剧的，是不是？吼、哦，什么嘿啊？啊，人伊都该破掉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就要安尼啊，唔只有法度谈好的时阵安尼啊，即性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咱药嘛是同款啦，哦，卖讲执着讲啊，都一定讲这个张仲景的方，都拢一定加较好。当然啦、啊，你那是有精，吼、哦，啊去甲变化，当然是袂歹嘛。但是有其他。哦，名医的所留落来，即个这个药啊，就是一挂汤头，这就是算时方啊。那么人嘛得用了嘛是真好啊。哦，所以咱有医的人嘛卖执着，连因名医因都无执着啊，卖讲咱这哦，你讲对唔对？哦，那么这个。经风甲时风休息治疗，拢有真好诶，即个疗效，卖当合用啊！哦，卖当发挥想未到诶，即个疗效啊！哦，那么当然啦、啊，伊诶即个王师哦，王教授嘛，常常哦用过风，譬如讲树叶散合一罐装。哦，一罐装这是时风嘛，哦，那么四叶散合三金汤，对不对？啊，四叶散合温胆汤，顶顶者在临床上在治病啊。哦，那么四叶散合一罐装，那么一罐装内面就是处方有刷心、麦门冬、生地黄、枸杞子、当归、川芎子嘛。那么扩音。伊个即个脉上下伊即个气，
目失调达，目就是肝啦，哦，肝失调达，那么气失酸感，那么就会少喘，所以引起个啥过人卡一疼。哦，这个王教授听听嘛，用过这个方法，哦，那么来治疗肝郁，治成这个少，哦，也一挂这个肾功。一寡即个要点来疏肝清气汤，伊即家己吼，家己喝的啦，吼，家己喝的。那么这就是伊的即个凌晨的即个处方，或者疏肝清气汤。那么为肝治，由四叶散合一罐装，啊来服用，合用就对，服用。那么对这个少，看到过人脚会疼，意思就是讲，那少少到过人脚会疼，都会当用过这个四叶散，吼、哦、合一罐装，那么效果拢真好。包括的时阵呢，有小块烧，吼、哦、啊的时阵呢，食欲无好，食少的这個，啊伊的这个体质是淡胎。小块黄，哦，那么咩显色，多有小块素，即系即个镜头，所以伊同用个四叶散合一罐装。那么临床上，譬如讲个孙阿娘，即个有少，吼、哦、啊少甲安尼是烂啦，吼、哦、胸部个孙阿娘啊，即、這个过人脚会疼啦。那么当然，哦是。有症啊，哦，甚至有落人啊，啊，那么也西医底讲的，就是讲打湿性的结核性的，哦，打湿性的甲结核性的，啊，有迄个胸部，啊，有这个胸膜发炎，以及到肝肾不足，伊的这个少喘啊，痰少者，哦，那么这个喘少性的。慢性的支气管炎，啊，甲个孙阿娘并发到即个细胞感染等等这即个疾病，那么只要病情正确，那么会使讲疗效拢真好，用过即个四叶散，吼、哦、加一寡即个药啊，那么效果拢真好。我咱拄下伫讲的，就是合即个一罐装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讲四叶散合三金汤，那么三金汤内面的这个药啊，就是有乌金、雷金啊、加金钱草，这叫做三金汤嘛。哦，那么大肿经结，就是讲大肿这个大结啊。啊，那么以肝之所下而出力。助饮食消化而排泄，所以王教授用疏肝利胆汤，这依然是伊家己喝的哦，伊家己喝的。那么以治肝郁、利胆汁排泄不畅，这种就是讲胆汁分泌无正常的啦，哦，那么胃痛所引起的这个痛，所以痛引起甲过人卡，或者是讲胃脘。哦，这个心肝苦啦，来遮周围遮，加这个有胃脘、腹肚遮，那么常常嘴的苦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脑的感觉打打啦，啊，目睭安尼感觉吼，会安尼戆戆遮啦，哦，那么甚至的时阵呢，寒热交作，寒热交作就是讲有烧，啊个，啥？怕寒怕热就对了，胃寒胃热呢，怕寒怕热，哦，爱呕吐，甚至患酸，就是溢酸啦，大便偏离大，哦，排泄会使讲，唔是讲介正常诶，哦，也以这个紫的这个变红，紫变红胎，哦，啊会算伤高这种，哦，咩很少，顶顶下这个症状。哦，那么一旦讲这个风，
病毒疏肝利胆、缓急止疼的这个方法，用过四叶散疏肝，哦，用过这个三金汤啊来清胆，所以加上那么下腹攻湿的一挂药品，就是下腹就是讲这个，比如讲豆，大红啦，吼，啊，这个鸡心啦，这，哦，拢会当下呼吸就对，哦。那么对这个湿热一动，不做肝胆所引起的急慢性的这个胆囊炎、胆结石，哦，那么急性的、慢性的。这个乙酸盐，这拢会当以拄则咱伫个讲的，这个四叶散加三金汤，吼、哦、啊来吃，吼、哦，买当治疗这个急慢性的、这个病毒性的、这个肝炎嘛。你甲想，因为咱这个四叶散包括有草嘛，草就是啊伫个治肝的嘛，吼、哦、肝炎的草，所以。伊就是安尼先，甲三金汤，吼、哦、啊，来甲个互患者食。那么咱所知影三金汤内面都即个金针草，金针草就是会当化焦的嘛，所以伊就会当治疗。咱拄下伫个讲，伊会当疏肝，四叶散会当疏肝，三金汤会当清胆，所以包括胆结石的、胆囊发炎的，这拢会当来治疗嘛。甲会算啊，急慢性的这个肝炎嘛，因为安怎讲，伊内面有草嘛，啊，所以算啊有郁金嘛，这拢对内金、归来金、归内金吼、哦，那么就是归来金嘛，吼、哦，那么这拢会当对肝拢有真好，伊的这个消炎作用嘛。那么事情搁再小可加减化灾一下，所以效果拢真好。根据咱这个王教授，伊在临床啊，伫个治疗发觉讲，伊用过这个四叶散啊，啊来化灾也好，来加咱拄个食讲的这个一罐砖啊，加这个譬如讲啊，这个失效散啊，哦，也加的时阵啊，这个三金汤呐、啊，哦，这效果拢会使讲真好，哦，会使讲真好，只要你。明辨伊的这个症，吼、哦，明辨伊的这个症，那么，干那按用过四叶散，啊来加加减减，吼、哦，啊来合一挂时方，哦，啊，会使讲效果拢真好，那么提供我大家，吼、哦，啊来做参考啦，吼、哦，啊咧，那是讲有需要，吼、哦。可以打我们电话台北0229777138电话台北0229777138、啊、我们第二个这个单元就到这来结束，期待下一回同这个时间同这个时段收看阿宏健康漫谈，再见，拜拜。在空中相会，因为有你的声音在，彼日予我忍不住为你来心。Thank you.
是阿宏，是，现在你已经在线顶了，是，请讲。阿宏健康漫谈是伫每天拜一到拜六空中现场主持，敬请大家锁定收看。感谢努力，下一回唔通忘记，空中再会。阿宏健康漫谈。苦苦的心，无人知，只有着你名字。我思念的人，你就是台中情人。花